再来下一首歌。我觉得可以来这上面唱歌的人都不容易，我上来都紧张了，来一首。好，带下一首，歌是我自己的母语歌，我自己组的语言写的歌，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Dimas Nasnai， 翻成中文口译叫做是谁在唱歌，带这首歌，你们一定都听不懂，就听感觉就好了，当作听西班牙歌之类的。Suna sunai maza maza, suna sunai maza maza, udu duri juma juma ya.这首歌的意思就是，其实翻成中文就是是谁在唱歌，然后我的阿嬷就是吴夫，就在家里面，然后听见，就是以他的角度来写这首歌，然后我就听到外面有一个人在唱歌，然后他就出来看，哦，原来是他的孙子，也就是我，然后在外面那样唱歌那样，意思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讲我们，
平常在部落的生活就是喜欢拿着吉他然后在外面唱歌。好了，我的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，然后谢谢大家来，然后谢谢大家支持铁花村，然后继续支持台东独立音乐，支持我的乐团永远亮，支持我的乐团马斯卡乐团，谢谢。